这是我们孙子子今天早上给我们汤圆熬的米饭。我们家汤圆吃了一小碗，还剩这么多。我再给妈拿回家吃，妈能吃。妈也确实能吃。来，这是孙子弄的米稀饭。孙子，嗯，手艺这么好。孙一涵，嗯，爸爸做的米好吃不？嗯。汤圆，走，上学了。快快快！迟到了，书包呢？拜拜，苏一凡。你出来走吧。走。今天回家，你家里打扫卫生，来个大扫除。你们都说厨房有点乱，今天把厨房好好的规整一下，洗一下。顺子，嗯，咱爸还留下帮忙着呢。啊。你又发了我，肯定骂了哦！你骂人家，人家都给你穿衣服啊！你现在人家把你伺候上了，你还骂人家的啊？妈，我爸骂了一顿，爸还不给穿衣服了，给我告状的。海玲，啊，给妈把尿不湿换了没？换了，我给把衣服换一下，衣服给洗一下。好了，你把走走路吃，啊，嗯。嗯、好，坐坐。转到门口，让看咱爸干活。这是上次给小哥去手里买的鞋鞋。把鞋鞋给穿着。哎，这个合脚着呢啊、哦！咱们把胳膊担起来，来，走开。你看罗毅，罗毅好着没？啊？怎么咯噔响了？好着呢。我坐几下了。啊？好。走，咱俩收拾房子吧。等会儿爸说装苹果了，咱装个苹果回来再弄。行。哎呀妈，坐个车又睡着了。嗯。你来装苹果呢，你睡觉来了。孙子，就剩这两箱了。默默，啊、哦，你醒了。哈哈，来干活嘞。你咋醒了？怎么了？全部拉回家。这坏了，不能卖了，卖落果放时间太长了。啊，那几袋好的怎么办？那几袋好的给咱们亲戚都送一下，然后他吃了算了。那行吧。嗯。啊、嗯。一人一袋子。咦。咦。啊、嗯。哎，你不亲，你不亲，你咬不好，你不亲。你光给咬球了。不管了，我亲一下。就这意思。静。我镜子自己做的凉粉，给我们带点。嗯？冰块冰块。双倍冰。冰块吧，上冰吧，上冰就行。再拿回家凉拌吃。咋咋？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静。对呀，你做了谢谢，我到来还得做。哦。静，我做了啊。好像是有点水果的，去拿今天放冰箱，放回来了就吃。你看，来来来，多鸡。给拿点吃干，买啥的？赶紧拿袋子来，这都是熬煎的，太好了。这两天估计家家都没有苹果了。嗯，咱们送一下。我给隔壁嫂嫂家都拿的。好。刚好他们隔壁家那媳妇怀孕了。多吃，给他拿点吃的。姐，请锅里到怎么拿掉去？拿吃去。应该吃多拿点。嫂子，来把饭收拾。
要不要？那给你送来了，五十四的，给你卖来了。自己人也给啥不要钱？不要钱。我拿点袋子，不要钱。不要钱。这那库房的啊，那库房的。以前条件也不太好，人家吃店里一次就在那里的，给爷爷看吗？吃的多不多？剩一点了。我看。给咱家留着。那行。把杂物还要一不？多呀，这装苹果喊我外放的。家里苹果太多了。家里苹果。嗯。你吃苹果不？爸。不要。嗯。估计有人面了。外观看起好看。看着好看啊，和新鲜的一样。这是房间呀，放烟床呀，别走路不拉去了。住店面。味道咋样？味道还好。着魔了。这是我最早一批卖出去那个富士王。啊，富士王，它也是属于富士里边比较早熟的品种。啊，去年估计有朋友已经吃到过。几只我就给我妈不用做饭了。孙子几做说还没烫呢。你把你的战利品拿出来，叫爸爸看一下。那是你饭还是稀饭？稀饭。我们吃。你没吃啊？可不要喝醉了。咱们家的被子太厚了，把这个收起来，把凉被拿出来一盖。啊，对，对哦，嗯。咋给铺炕上？给爸给凉席。这个凉席看起来有点勉强。兄弟，发现私房钱了。还是要多搞卫生，还能发现宝贝。嗯。世间的苦啊，要离散雨要下，世间的天啊，走多远都近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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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踏过千重浪，能留在爱人的身旁，在妈妈老去的时光，听爸爸儿时慢慢讲，也祝你不枉少年样，也无惧那白发苍苍。房间已打扫完毕。哎，八姑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鸡汤我回来拿的。鸡汤，前天买的鸡汤今天炖上了。哦、你舅妈拿的。这咱到外里边了。走到。来把这个鸡汤倒出来，给小郭把这腾下。厨房有点乱，姐今天才打扫的呢。小郭的手艺好呀，你弄了多少嘛？给你带过来这么多。鸡蛋子。鸡蛋子。我鸡蛋子。嗯，好。哈哈，啥呀？师傅。看我翻出来点啥好东西。这都是没用的。这个可以给八姑用，八姑那时候生到十二月份，刚好能用到。啊。年货。到时候给把布拿过去吧。你看这都没穿呢。穿不过来了，给妈放起来了，妈生个礼物啊，把这个放出来。有多少苦难，就有多少种活法。有多少变化，太阳都会升起落下。好了。随自己枯荣依然一人歌唱，祝你踏过千
重了，能留在人的身旁。别说了，打扫一天。